一定会再见的。 天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大家都想成为再统一时之主人。主公刘备有拯救皇帝而做了皇帝，国号蜀，天下比以前更乱了。奉圣谕，封关羽为前将军，领关押军10万，镇守荆州，以拒东吴孙权。 兄弟，快救你哥！ 小心冷箭！